上海第一辣妹的路。Hello， 我双马尾好帅，不会夸可以不夸行吗？我双马尾的时候就开夸我可爱 ，OK？ 我今天超级无敌的可爱，有没有同感的？我这双马尾，对，我这美瞳是，我这美瞳是蓝色的，有点堵麦了。怎么这样？感谢大家今天给我第一名。我也觉得我可以，谢谢185的礼物。我要有个颁奖仪式。哎呦，谢谢提提的卡比。啊，你们说我堵麦了，可是我没办法呀，我只能这样。这样，谢谢阿树说的礼物。好，噔噔噔噔，谢谢水啊啊，噔噔噔噔。虽然这个奖杯是那个，谢谢宝贝小秘书。好，你们就装作是那个奖杯。好。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第一名，有没有很有仪式感的？这可水果是啥？水果是蓝莓。有没有觉得我现在穿的很像客服的？就是录上半身，就是很像那个接电话的客服。水果是蓝莓，已经被我吃掉一点了，因为有点饿。然后是哈密瓜，对。没了，就这两个。但是还没有结束。哥哥说，那个 staff 哥哥说还会有的，只是暂时先给我们这，因为别的他还没买到。谢谢小树迪迪的礼物。呜呼。这两个我今天准备找个地方分瓜。谢谢豆腐，好好吃。谢谢吃屁的礼物，但是我还不知道谁愿意吃瓜。我上次就是白瓜都没有宣传出去。谢谢没意思没意思是没意思的礼物。我上次房间里有一个瓜都坏掉了，没有人吃。衣服是潘英奇的，我问潘英奇借的。谢谢可可爱爱，谢谢派派陈司机的礼物。我的表演服装从来都不会是我自己的，哈哈哈。谢谢绝美门把手的礼物，谢谢小米佩奇，谢谢小树迪迪，谢谢上海第一辣妹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跟许阳一卓那个节目我们俩都没排过，没有过过节目，谁敢信？这是纯靠一些默契，就是我跟他交代了今天就是如何表演，然后我们灯光也没有过，舞台也没有过，音乐也没有过，我们就在舞蹈房走了一遍，就是前几天走了一遍，因为今天因为一些原因，我们时间就是排不了了，反正就是我就只排了第一个节目，第二节目没排，所以说，现在没事多喝水的礼物。不过我们那个节目没有什么难的地方，就是还好。谢谢48脱口秀的夜蝶，谢谢。是吧，真的靠一些默契了，靠一些天赋，靠一些能力。谢谢爵士小豆的秋天奶茶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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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当然的咯。今天还有小高的邮寄，我已经狠狠地转了钱给他。猜猜我转了多少钱？虽然他谢谢22个2X的礼物。我确实很像客服，别说了。我转了100块钱。我转了100块。谢谢翡尘 fly 的夜蝶。高雪玉一开始是不收，他说哎不好意思收呢，结果今天看到大家给我送这么多鸡腿，他就狠狠收了。他说对，反正他就收了。谢谢翡尘弗莱夜蝶。我说他狠狠收。我也没有想到今天那个发大财了。真的，我有个问题，有人问我直拍有没有。你们别骂我，我挂的是奖牌，没有直拍，忘记让他们拍了，有点太紧张了。谢谢冯二哥的礼物，真没有，真没有，韩家乐也没有。这是我们今天 solo 节目的一个第一名的奖牌，是我自己的奖牌啊，不是公司发的。谢谢心不开心乐，哦，谢谢刚有位粉丝的夜蝶，谢谢小杨，谢谢奇珠追太阳的礼物。
啊，你们很想要那个，你们很想要那个直拍吗？可是直拍和那个现场不，不是直拍，直拍和那个回放不是一样的吗？我想着 solo 就没有要拍，那。练习室，你们想要哪一个练习室？主要练习室那个没有道具，练习室的沙发我们搬不过来，在一楼，搬不进去，对吧？第二个就是练习室很困难，想看第一个还是第二个？想看第一个。Oh my god，好像客服啊。救命！啊！哎呀，你们这……大家都有直拍吗？怎么回事？这人为什么 solo 还要直拍啊？都是我的 solo 了哎，都是镜头对着我的耶。我不撒娇，但是我今天扎双马尾，我就想撒娇。谢谢每天三碗米饭。我讲，我才不戴头上像傻子一样，就这样子的。第一个镜头不好，我知道镜头不好。哦，谢谢许飞斯诺的皇冠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下次会拍 focus 的。好吧，那好吧，谢谢小米佩奇的礼物。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哦，对，我明天要握手。皮裤的搭配谁教的？什么意思？我有眼睛，我会自己看别人的舞台。我觉得人家皮裤穿的很好看，我只是穿的不太好看而已。我就想穿，咋啦？我待会儿我还穿，谢谢楚楚的礼物。我明天也穿，我后天也穿，我每天都穿。听说我的裤子都没有怎么拍到，可以给你们讲讲舞台吗？哦，好，第一个舞台就是。我是一个坏的杀手，然后那个韩家乐演的是那个曾经，反正，他的，反正他的亲朋好友被我那个杀掉了，或者怎样，反正他恨我。签字呢是签一个，哎呀，就是一个感觉啦，就是想要一种，想要一种他很强的感觉啊。他反正你们知道。他，我签完字会对他有利就行了，OK？然后呢，就是，但是他太弱了，我太强了，所以说我的枪呢，就立刻的，就是在我手上，从他的手上变到了我的手上，因为他实在是太弱了。然后他就变成了我椅子上的人，然后我就把他狠狠的绑在了家里，然后我要狠狠的虐他。是我让他弱一点的吗？哦，是吗？但是不用我让他弱，他已经很弱了。我只是想让他稍微的看上去再弱一点点，但是他其实已经很弱了。我跟你说，那你们说韩家乐他是弱不弱？他很弱，好不好？他，嗨，嗨，我房间没有好静音。我借他屋子拍个照好片。的，我在直播。OK。我刚说哪儿了？然后他枪就在我手上了。他在我枪枪在我手上了之后呢，我就是想凶狠一点。我跟你说，我拍有一幕真的是把纸啊这样子撕撕撕塞他嘴里的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们讨论了一下，就是他嘴巴得稍微微张，我纸才能塞进去。可是他肯定不能主动的张开，但是我捏他的话呢，就是我不太确保我能把他捏嘴巴捏开，然后我万一没有塞进去就很尴尬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纸把它撕开之后会很散碎，会散碎在他的嘴巴里，他可能会掉出来一块，就会非常的出戏。所以于是乎，我们的 Plan B 还有一个是，不对。是三号计划是，用一个外套把他的脸盖住。后来那个我们的那个控台姐姐说，韩家乐太惨了，看上去真的太惨了，所以说我就把这幕取消了。对啊，我真掐了呀。那我节目不是节目，我舞台我肯定得真掐呀。
不然嘞，对不对？那我虚虚晃晃的掐，就根本就，我这是舞台耶，又不是私底下的，对不对？我私底下这么可爱，怎么可能会干这样的事情呢？嗯，对啊。然后我对吧？我跟你说，韩教很敬业的。我说我这个纸塞到他的嘴巴里，他说好，好吧，他没有这么说，他怎么说的来着？他就说很惊讶，他就啊，好，反正他就是啊，好，这样很敬业的。不信我哪天找他来对质，对吧？然后他也非常的享受坐在椅子上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想让他最后那个结尾，好静怡发现他的时候呢，这样。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做出来啊？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回放，他最后有没有这样？没有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待会儿就要去找他了，气死我了！我说了，我让他很紧张，很害怕，又不是老鼠啊！我刚刚像老鼠吗？我说的是很紧张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那种感觉，我太 sad 了，韩家乐。我唯一一个要求你都做不到，然后你们知道我抢他枪那段我们排练了多少遍吗？排练了好几遍呢，因为我每次抢他枪抢都很弱，然后又很随意的就抢到了手。我为了不想那么随意的抢到这个枪，我于是乎我就狠狠的我就，你们看一下现在最后这个样子，应该还可以吧？谢谢汤子义的礼物，真的很难的。各位，因为那个枪很轻，他在八连了，他怎么又八连了？八连就是那个什么姐姐亲亲那个，又一次，我不去，俺不去，我要跟我的粉丝聊天，我去了我就没网了。好了，我们再说说我们第二个舞台，第二个舞台是一个天使，那就是我身上这个造型啦。哦不，但是我不是天使。我是一个女高中生，然后许阳玉卓是天使，他带了一个行李箱，然后来我家做客，然后我给他吃面包他不吃，给他喝牛奶他不喝，但是他喜欢吃棒棒糖，我给他人设是棒棒糖啊。那个天使服，谢谢小杨的巧克力，那有点不太好意思。我个人觉得第二个舞台出乎意料的不错，因为我一开始都没有想过第二个舞台能很好，我们都没有排练过，哎，很慌张的，但是还不错吧，对吧？很卡哇伊呢，纯金的，很硬。有机会穿天使服，总有机会穿天使。谢谢没事多喝水的礼物，我发现我真的笑起来太可爱了。谢谢你在想屁吃的夜蝶。所以我决定以后我要走甜妹风，从明天开始每天扎双马尾。今天那群评委说到我心里了，他们说我太适合走可爱风。你在想屁吃？你的这个夜蝶怎么还在这儿？怎么飞不出去了？哦，好，飞出去了。对，好吧，我开玩笑的，我每个舞台我都尝试。我今晚也很紧张，各位，我真的非常的紧张。我今天我就来回非常无敌的紧张，谁懂？紧张的吐了，有一种考试的感觉。因为下面又有评委，粉丝也是评委，对不对？然后每个人自己的节目，然后比赛，这就是比赛啊，这很可怕啊，我紧张死了。谢谢美丽的一头牛的礼物。我因为我不是一个舞蹈非常厉害的人嘛，所以我肯定不能纯舞蹈，所以我就是在想着剧情稍微丰富一点。憧憬，谢谢你的礼物，大家看的呢就是开心一点这个样子，对吧？噔噔噔噔，谢谢 F Solder， 谢谢你的礼物，这位粉丝都没有见过耶。我的生日公演舞蹈不是很好吗？啊，我生日公演舞蹈好吗？一般般吧。我唱歌我不敢唱歌耶，
也不是不敢唱歌吧，就是我唱歌有点紧张，会发挥不好。谢谢河内单身狗酱的夜蝶。说真的，我今天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对嘴，因为今天我们 solo 的所有节目都是放的音乐，我们都没有带麦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对嘴。早知道我对一下嘴了，因为我想着反正不是我自己唱，那我就没有必要对嘴了，不然我像是在假唱。哇，我唱歌我跳舞都很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会自信一点的，不过对吧，哦，对嘴观众观感好一点哦。那好抱歉，我好像有些没地方没对到嘴，应该没事吧。事事的尝试要有突破，我已经在思考下面一个节目了，下面那个节目就有点大大的紧张了，因为都是很厉害的人，就是我想着跟他们一起比赛起码不要太拉垮，对吧，就是你就是大家一起看，大家观众坐在一起，所有人把节目看完之后，起码你这个节目不要太过于拉垮，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了。好，我自信，我非常自信，我非常自信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我那个帅帅的节目，我非常怕台下的人笑，因为一个人转型，也不是转型吧，就是一个我就这场搞笑的人突然要耍帅，我真的怕他们台下会笑，笑了之后我就会影响我的心情。不过还好大家都没有笑，还不错，就是耍酷的时候。谢谢幼稚太阳的三个巧克力，谢谢大家，太好了，我待会儿回去我就补，虽然镜头会拉垮。猫鼠游戏设定我爱抱，谢谢，我真的太有礼貌了。下面一个节目我还没有想好呢，我今天我都以为我进不了级呢，不得不说啊，不过我要自信一点，我怎么可能会进不了级呢？哼，肯定能晋级的，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前六可以有，但是我前二有点太困难了感觉。然后我就是第一名，然后我就是说一个狠狠的惊讶，我当时我在下面拍帕瑞德，我感觉我自己整个人都升华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感觉自己突然很贵，突然感觉自己就是要飘起来了。好吧，我不会飘，放心吧。谢谢玫瑰花，哎，笑死我了。然后我说一下，明天我是握手会，后天我是评委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好，太激动了，我可以做评委了，我要狠狠的评委，我狠狠的评价一下那一场的人，那一场的人被我狠狠的夸奖，不过我这个人吧，我只会夸奖他们。我不好意思说他们不好啊，我肯定不会说他们不好的，我就狠狠的夸奖就行了，往死里夸就行了。哦对，还有张月明啊，对，到时候还要把衣服那个，然后我给他哈密瓜，把这个哈密瓜给他。好，仰望星空脚踏实地， OK， 怎么感觉像是我爸爸发的弹幕，这个不会是我爸的小号吧。听到第一轮第四名的时候什么想法？第一轮第四名什么想法？就是有一丢丢的 emo 了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舞台大家不喜欢，或者是舞蹈不好，或者是哪里翻车了，然后可能大家没有那么想支持这个样子。谢谢 XDF 倒闭了的权杖。不过有第二个舞台我已经很高兴了，我说我一定要把我这两天准备的舞台都给大家表演，这才是我的目标，知道吗？啊，原来是策略啊 ！Oh my god！ 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啊，你们这个策略也吓死我了，好吗？不是，我真觉得是我可能第一个舞台大家不太喜欢，
可能是我太狠了，或者是或者是我这个皮裤大家不喜欢。我真的我在思考的问题，我真的我在中间的时候我也在思考问题，我说肯定是那个皮裤穿的不好看啊，或者是反正镜头没有拍到我表现好的地方，然后我就那个耶、yeah, happy 耶、yeah. 哦，哎，你们知道吗，我以前拍过一个广告，里面有个动作就是这样，哎，都是很久远的事情。皮裤很好看吗？这是我第一次穿皮裤，哎，各位，我从来没有穿过皮裤，很热很热，那个皮裤真的很热。谢谢小黄姐姐，小黄姐姐是谁？对，是那个点读机的那个小黄姐姐，谢谢你的夜蝶，谢谢大家今天送我礼物。好吧，那我要感谢张月明和刘倩倩，你们俩买的皮裤、西装、黑衬衫，在我身上穿了两次了。谢谢 Lumos 的礼物，谢谢上海第一辣妹的礼物。我待会儿我自己也要买几套这么帅的衣服。谢谢每天三碗大米饭的礼物。好爱那条皮裤，真的假的？会不会有点？不会，我也喜欢。噔噔噔噔噔，下次抽奖直接说想要什么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对，我不能说我不想要什么。对，我其实，哎呀，你说的太有道理。不过其实我仔细想了想，水果吃了有益健康。然后皮肤会更好，更加白嫩，更加白嫩呢就会吸更多的粉，吸更多的粉呢，粉丝的支持和奖金，哈，肯定是选粉丝的支持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个人觉得这是有利的，有没有同感的？有没有同感的？好，多吃水果，多吃水果啊！更何况还有这么昂贵的蓝莓呢，啊，已经被我坏的扔掉了，好的都吃了啊，没剩多少了。奖金的话会有多少钱我不知道，我刚刚问了一圈都没有人回答我，都说不知道，我估计也就两三百块吧。哦，奖金跟水果一个，水果怎么分配的？ No, 这些都不是水果，不，这些都不是那个水果套餐里的水果，他先暂时给我的，后来之后他再会把水果套餐给我，水果套餐大概也差不多配置这个样子。他难不成会给我一大箱吗？我不信，说真的我不信。对，水果能分享朋友，但当然分享朋友点了，我肯定吃不完，这个瓜我肯定一个人吃不完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我最讨厌吃瓜了，也不是最讨厌吃，对，我最讨厌吃，因为它要削皮还要切，很麻烦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说我肯定得分享给大家，找一个会切瓜的人切一下。哎呀，这会不会暴露我连瓜皮都不会切？我不吃哈密瓜，水果都不能直接吃。我们消毒了，我们消毒了，各位，闻闻已经消毒了，用手撬开。喂，费庆元，需要你帮忙了。全中心我只有他一个人能做的，别的人是不太行的，说真的。还有谁啊？打瓜会肿啊、哦？你说这瓜皮比较硬，算了，用刀切吧，行吗？就用刀切吧。我今天连牛排都做了，我瓜还处理不了吗？明天我还吃牛排，这个牛排我爱了，狠狠的爱。我跟你说，是我自己腌制的。虽然不是我自己养的牛，但是我自己腌制的，自己放入锅中，自己切它，自己什么？我这个牛排看着毫无胃口，是你吃到嘴了吧？你就说毫无胃口。虽然它看上去不怎么样，但是你只要吃进去是不可能。好吧，我实话跟你们说吧，其实老得很，我就差点噎死我自己，真的，我怎么咬都咬不动，我吐了两颗，真的有点小贵，但是。有点舍不得，我吐的时候我都在
我都在流泪。吐的一就是5块钱，吐了5块，吐了2口，因为真的太硬了，而且还有筋，死活咬不动。但是我又不敢吃3/4分熟的，它是有4分熟吗？没有4分熟，3分熟，7分熟，对不对？它有血的，我是不敢吃的，还会增大咬肌。你说的太有道理了。明天我就7分熟，哦，我今天是全熟，对。直接炒，你可真会说笑，我真的会谢。你知道生肉是很难切的，所以我等它熟了之后，哎，我们不说这个牛排了，这个牛排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好，我们，等等，我想想。哎呀，没事儿啊，反正我消毒了，没事啊。明天是个好日子，明天我几点电源啊，各位？问一下我的粉丝，我几点电源？排练的趣事，3:30到5:30。好的，我就想看看有多少粉丝来啊，所以我就耍了个小心机，大概有10位粉丝之左右。好，那我明天3:30到5:30，那我1点钟醒来消肿。排练时候的趣事。排练时候的趣事就是这个许杨玉卓死活叫不醒。我去他房间叫他的，还有什么趣事？还有就是那个枪，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啊，那个枪一开始抢的时候抢的太弱了。还有什么趣事？好像也没什么趣事了。我宿舍大突击，哦对，还有透明胶，哦各位。我对对对，我那个透明胶本来是要贴他嘴的，但后来我翻车了，没有贴上。因为你想啊，如果说一个人被关着，他嘴巴怎么能不说话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这是一个大 bug 呀，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嘴巴封住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他可以求救呀，他也不求救，对不对？郝静怡进来了，他也不求救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这就是个大 bug， 各位。所以说。哎，不过 bug 是我自己提出来的，无所谓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如果真的把胶带封到他嘴上，他撕会很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无所谓了，这个胶带的真无所谓，只要能演出来我很强势就行了。我强的不行就行，强者。宿舍大突击，我还没有宿舍大突击呢。噔噔噔，对，蒋舒婷强的不行 ，A 爆了，谢谢你。我今天穿的这真的像是客服啊，我哎呀，算了，这样吧，全身就好看一点，这不一半就很丑，真的会谢，像空姐。那我还有点敢像得了奖的空姐啊，也不知道得了啥奖。对，而且我这儿刷马尾更奇怪了。金牌销售，噔噔，没有领带，没找到领带，没有领带就算了吧。这个刷马尾是我临时改的，本来其实只是散着而已，然后变成了刷马尾，因为我感觉我老是刷马尾，我上次10周年刚刷马尾，对不对？第一天尝试做销售。今天我最高兴的就是有个评委说我的舞台很漫画，因为其实我真的我就想着的是我让许杨玉卓的动作也做得很浮夸，我让他这样让浮夸一点，就是像是在看动画一样，不是动漫一样，漫画一样，然后被点到了就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挺好的，很开心，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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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
来来来来来 summer， 呜、哦，秋天高马尾哦，高马尾啊，高马尾我也上次刚高马尾过，谢谢泽艺0.45的玫瑰花，谢谢。我还要给我的妈妈去分享今天的舞台呢。我们今天直播到12点中班。对啊，天使在行李箱，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天使在行李箱太可爱了，他从天而降也需要带衣服吧？谢谢上海第一辣妹，而且我还送了他一件表演服呢。哎，但是各位，我拍两下的时候很尴尬。我说我的衣服呢，我拍了半天看不到是衣服，我美瞳是蓝色的，我那个时候就是等了很久啊，真的我都怕翻车，是蓝色的美瞳。 LL 明天握手会跟我说什么？好社恐，别社恐，谢谢楚楚，谢谢邪总，跟我假如你讲话完全不叫社恐，因为根本轮不上你说话啊。好几次我的粉丝们准备的话一句都没说上，下次所以说你们说话，你们准备了东西记得跟我说一下，我蒋仁婷就一个禁言模式，谢谢谣言的礼物，真的我模式切换的很快的，只要你说你准备了东东要跟我说，我就会说好的你开始吧，然后我就会给你反应。但是因为你如果不说话的话，我会觉得你很紧张，但是你这个票钱不能在沉默中过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会努力的找话题，我会尝试了解你，我会说，我肯定不会再是问你吃饭了没这种低级的问答了，谢谢快乐猪的礼物，我肯定问你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，你身份证最后四位数是什么，你是哪里人，问这种问题而已。哦，我是男是不是，他是男是女还需要我问他吗？不过有一些粉丝我是需要问一下，不过直接问这个会非常不礼貌啊，我会推测，我会从他的一些那个讲话方式推测。 OK， 哦对，明天还会问他喜欢爸爸还是妈妈这种问题，谢谢德罗巴的20个巧克力，然后问他是不是有没有妹妹啊姐姐啊这种，然后最喜欢我哪个舞台这样的，对吧？那、哦、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，你们啊、哦、算了不说了，反正就是 staff 都是看着我们讲话的啊，请不要粗口狂言啊。哎，没有黑粉来的吧？哦，黑粉别来啊， staff 直接把你拉黑，我跟你说，远远给你这个账号有这辈子禁言，所以说，哦，口出狂言，哎，这两个字顺序倒了有什么问题吗？都是一个听，大家中国人听得懂就行了。这语言是用来交流的 ，OK， 不是用来摆弄玄虚的，对不对？你嗯，在直播很多，对啊，大师，我个人觉得口出狂言和我个人觉得出口。狂言更加的好听啊！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，刚说哪儿了？哎呦，怎么跳起来了？刚说哪儿了？走了排练吗？没。刚说哪儿了？刚说哪儿了？哦，说的握手会。我说黑粉别来啊 ！staff 都是监听的，我们一个 staff 看六个手机啊，这样排着的啊，每个人的脸粉丝都看得见啊。OK， 但是大家不要因为这个更紧张了，因为 staff 每天。有这种活太多了，所以根本就不会管你说什么，懂不懂？大家有些粉丝不要太紧张了啊，真的真的不要太紧张了。啥，我今天还没有拍照，怎么样算黑粉？不过我刚刚那个假设根本不成立，黑粉会花钱来跟我讲话，他们连翻牌都舍不得发，怎么可能啊？对不对？所以说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还有一些粉丝在我的粉丝和黑粉之间中立啊徘徊着，
说就是你，48脱口秀，还问问问，天天问问问问问，有些粉丝啊，算了，不多说了。肯定很多人觉得我为什么对48脱口秀这意见这么大？其实我，因为他这个粉丝人气非常的高啊，我经常从别的人嘴里听到这位粉丝干了什么事情，捧杀我，到处捧杀，扫说话，扫说话，行吗？我学着谨言慎行，你也学着谨言慎行，可以吗？我讲听最怕就是捧杀了，说你捧的稍微有一点点的，稍微的跟我讲听人设符合一点，行不行？就是你这瞎捧有什么好捧的 ？OK， 好，懂了，自动。好，他现在已经很好了。好的，谢谢旺仔的礼物，人家把奖杯挂在这儿，谢谢有骷髅的礼物。但是奖杯上的字，不是奖牌，这字跟我 solo 没关系。讲讲给小贝注意 ，OK。谢谢 Pepte 七，就是他找我，我说你是第几个节目呀？因为我那天也要背，他说我是第二个，我说好，给你注言。一开始我以为就我一个人，一转过去四个人，我去舞蹈房，谢转牛大妈的礼物，四个人。我说这个阵仗真是够大的呀，不过后来今天看了你才发现其实大家都是四五个人。我一直觉得 solo 不会有人请三四个助演，对不对？因为主要是拍你啊。另外一个我邀请的是啊，你说第二个节目吗？第二个节目。对，我一开始第二个节目邀请的是，你猜猜看，你猜邀请的是谁？保密，狠狠的保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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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谢谢名字被蒋仁婷征用的礼物。刚看到八大美德有什么感想？谢谢派派神司机的礼物。什么感想？真要让我说感想吗？谢谢陈大米的礼物，哪位粉丝？就如很多评论所说的，你被我强制出坑30分钟 ，OK， 派派陈司机啊，我刚刚看到你了，你好，我跟你说，你做视频少给我剪一点我以前的模样，少给我剪点我运动会的样子，少给我剪点我以前舞台的 MC， 啊，你知道我本人看到什么想法吗？我是个偶像，你是个粉丝，我肯定不能对你口出狂言啊！口出狂言。但是呢，我以前真的有点太羞耻了。我以前讲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很用力。谢谢网名的礼物，其实也还好，因为年轻嘛，年轻可能就是朝气蓬勃的感觉。我以前讲话还老皱眉。就是我老是皱着这个眉，因为我太想表达我想说的东西了，我怕大家没有听懂我说什么，所以我就会很紧张，我会很强调我的每一个说话，每个字，每个表情很用力，所以说真的很傻。而且我感觉我每次我 MC 我都是满头大汗，头发非常贴，当然那个时候剧场空调也不咋地，对吧？说真的，我这两天我看那个补档，每一次 MC 都是头发刘海贴的，我全都是汗，是吧？现在还好，我们有一个吹风的地方，然后还有个补妆的时间，就好了，还有1分钟时间，我就要下播喽，拜拜。哎，可不是说明我现在划水啊，
谢谢 Unveiled 的礼物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刘海了，你们根本就看不到我贴不贴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现在又狠狠的垫我这个头发，很蓬，看上去可不揍我划水啊，我可不划水的啊。谢谢憧憬的礼物，拜拜，五一快乐，拜拜。谢谢巧克力，哇哦，等等，你可真喜欢压点，我的粉丝也太喜欢压点了吧，我的天啊，拜拜。